拉一拉，拽一拽，看一看这绳子有没有什么松紧拉链、机关落纹，仔细检查一下。那么，如果我们下面啊，还有哪位朋友有兴趣的话，还可以上来的一位到两位啊，再多的那个舞台空间容纳不下，也影响在座朋友的观看。那么现在两位大哥呢，正在检查自己的装备，怎么样？绳子有毛病没有？没有，没有毛病。您这个呢？绳子没毛病，上看一看人有没有毛病。不过想看这个人呢，还是我好朋友，用你的敲击声、呐喊声，有请自豪。看到了啊，人也没毛病，是个女孩子。接下来呢，有请两位猛男，听好了。我发现我们这位大哥绳子都老打架，准备工作不充分，别着急啊。那么绑的时候呢，没有任何的限制，想怎么绑就怎么绑，越结实越好。但是有一点注意事项，我是说让你们绑人，刀可别说让你们杀人啊。所以呢，绝对不能闹出人命来，脖子呢也可以绑，但千万。给留口气儿就可以了，来吧，开始捆绑。这怎么绑都行。那我们下面朋友是不是先给两位猛男来点敲击声和呐喊声，刺激一下他们的情绪，让他们更猛一点。那么我们下面的拉拉队的朋友们啊，那么如果您希望同来的朋友绑得狠一点啊，绑得更加结实一点，就希望您用敲击声和呐喊声刺激他们的情绪。我讲这种信号，他们两位呢是能够听得懂的，而且会有相应的行动表现出来。啊，我们后上来的帅哥啊，是这边上来的帅哥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是跟着时代走的人，对女人相当了解。一上来啊，就对我们四海的三围发动了猛烈的攻击。啊，那么通过他这个表现呢，不难想象的就是他的职业，如果没猜错，肯定是来哪的铁岭市色狼协会。哎，感到我们另一位大哥呢，他这个身手啊，也看得出来他的行业啊，就是长得像彪哥的大哥，有可能是咱们火车站行李房的工作人员。开个玩笑啊，因为他这个绑人有点像捆行李啊。不过无论用什么办法，只要把四涵绑住，逃脱不了。我们两位猛男就算成功了。剩下最后一个绳结，好，来吧，来掌声欢迎一下两位猛男，表现非常不错。那么接下来啊，从前面一看，已经把四涵绑走形了，整个就是一个中风的前兆了。咱们再看一看啊，身后的绳子绑得怎么样，结实不结实？我看这种绑法就是死刑犯上刑场的时候也不见得啊遭这么多罪。那么对四涵来说是一种考验，到底能不能逃脱成功，就看他的功夫了。同时呢，还有有请我们的舞蹈大赛，有请帅哥。因为呢，这是艺术，需要保密。其实更主要的还是我们当地的公安部门和文化部门呢，三令五申不允许公开。下面有收场朋友，看着您的手表，咱们共同倒计时好吗？从三数起，三、二。